是廖帅，今天你钓虾了吗？今天呢，我们来钓虾场钓虾。我们来到哪里呢？我们来到了这里，台中市逢甲的福兴钓虾场。这里的虾子非常好钓哦，而且现炒、炒饭、炒面非常的好吃，还有合菜。不管你是要聚餐啊，晚上吃宵夜、吃饭啊，都可以来这边哦。福兴钓虾场离逢甲商圈非常近，只要5分钟。来台中一定不要错过哦！福兴钓虾场，走吧，跟我去看看如何钓虾。嗨，我们今天呢是包一个鱼池，不是鱼池，虾池。这个虾池呢，你看要多少人？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边钓虾，包了一个钓虾池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试试看大家呢对钓虾这个功力啊好不好？有些人呢从来没有钓过虾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除了刚刚吃好吃的东西以外呢，我们还要钓虾。不过呢，钓虾是门学问呢，并没有这么好钓。不过呢，钓虾真是一个蛮无聊的事情的。一群人，尤其是男人，围着个钓虾池，花钱专门钓虾，钓个下午。有些人会觉得我够无聊哎，为啥要做这种事情？不过呢，如果你钓到虾子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这种兴奋感觉是没有办法言喻的。很赞！你要干嘛？哦，这个我把它剪下来。好，把它剪下来，快！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 ，OK。今天呢来这里吃饭，吃了一道很厉害的菜。哇，酸大肠，螺肉有米。这大肠，这大肠真他妈酸，超酸的，腰瘦酸。真的，腰瘦酸。这里师傅真的很会炒，超酸的。真的很会炒菜。来，这是闭眼的僵尸炒大肠。哦，搞什么呀？最大奖，最大奖，最大奖是什么？2万块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我马上转对，没问题。他付啊？对啊。对，我帮你拍个照，一定要拍个照，要、啊、美美的、啊。耶，OK。转，用力转，用力，差不多的，转，转。最大奖是什么？拿出来吧。等下拿出来看。哇！哎呀！呜！
炉。这可以下次来换。羊肉炉啊，不能这次吗？带你老公来。啊、好。哦，她老公超会喝的。这样可以。真的啦。没有可能。我跟妈喝了好几次了。这一段可以上吗？你有彩带虾。抽到彩带虾。彩带虾。彩带啊。等一下可以干嘛？等一下可以抽奖。好，抽奖。我轰炸你。抽奖要。小心点，老板又给他抽奖了、哦。哎、欸，抽奖了！哎、欸，又是羊肉炉，彩带虾又来了。要怎么样？转一圈。老板没、欸。你们是来骗的吗？要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。不算不算。哇，胡椒凤螺，一圈以上，一圈以上。哎，大力一点，大力。用力一点，用力一点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。有了吗？有了，老板有了吗？羊肉炉。老板，不行啊你刚刚是这样的，你不行。对对，可以撩几啊？可以啊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再一次，再一次啊！老板，我们先问一下，人家愿不愿意再一次啊？老板，你说了算了，你要羊肉卤还是再一次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可以了，好，再一次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人家要公平嘛。对啊。羊肉卤两份，哪那么好转？啊，薯条。哎、欸，蚵仔汤呢？